年 ATV 亚洲小姐竞选美东赛区已经拉开帷幕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纽约赛区的悠悠，热衷公益事业的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次竞选。通过这个舞台，我相信每一位佳丽都能得到更好的提升，实现自我的蜕变，获得感动世界的美丽。这个夏天，让我们一起奔向美的舞台，你们快来参加吧。